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啊。今天又来这个深坑钓一下鱼了啊。看一下这里都是摆满这个地叉了，应该很多人过来钓。现在我会准备一下，然后就开钓。今天钓一只手杆3米6的，这里。 有一个铃铛是钓有仪器在这里的，漂已经调好了，水深大概是2米，这个深坑是通往地下河的。今天诱饵是蚯蚓。 好，开钓，希望今天能多钓一点鱼。小鲶鱼第一条。 这鲶鱼相当的漂亮啊，花鲶。 第一条先收起来。这个深坑有货哦，上次来我也搞到几条大货，不知道今天运气怎么样。 这条应该是大货，等了好久，还没看到是什么鱼。 力气挺大的，线呼呼的响。啊，出了两只水面了。 应该快不行了，大鲤鱼。
搞到了。哎呦！看一下，这条起码有两斤多了。终于搞到一条大货了。这条鲤鱼吃口太快了，突然来一口就沉下去。好，不钓了，现在7点多钟了，天快黑了。现在拿鱼货起来分享一下，钓了两条，一条这个鲤鱼，还有一条这个鲶鱼。这条鲶鱼太小了，就把它放生了。太猛了，这条鱼。这条小的就放生。应该有几斤重了，这条鲤鱼。好，那现在就回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